你那边介绍的，那么开你那边介绍，啊？哎、欸，奇怪，啊，人走在前面，阿现啊。过、哦、来，咱这个台南台南州的创大知书吼，哎，谈话讲蔡知书，我向看这個外名呢，啊，无看到伊就藏起来，你知未？哦，哈 <laughs> 哈 哎，各位好，这个这个闭幕式啦哈，这个闭幕式大部分由我们的参议院议长，啊张议长因为今麦个来审查咱的关于了相关的法律条文，参众议院就话提咱五老乡为什么要审查这些？ 迄个一寡相关的，我们台湾民众以后费用的相关的法律条文，啊，等于美国需要叫咱来赶紧把它送上去。以前的我们开始的时呢，有一个叫做咱迄个台湾的基本权利法案，迄迄个上去啊，但即摆相关的一寡迄个法律条文，所以有、嗯啊、我那讲，哎，阿兰都唔是讲来上课了，不是哦。 一步一步，咱按照美国对咱的要求，应该是爱做诶法律的部分，所以司法院拢有来研究下相关的法律条文，啊，然后要经过我们众议院、参议院共同，那时候是一读已经通过了，一通，我们按照那个法律程序哦，一读，按照二读、三读这样子哦。 所以昨的时候开始哦，昨在地赶赶啊涨一波个涨，一直到早上,上,早,上早上一直到迄个下午，讲了醒无了哦。我今天晚上还住在这边呢。哦，安内是我想大家了，骹步了拼较紧啊。吼。老实讲，大伫子吼，趣味趣味啊，规日啦好势咯。你讲叫恁大一礼拜啊，我看恁了叫可能退哪里嘛，啊？啊 迄人着先啊，出外你也当做就是民俗吼、哦。来咱是来遮来学学一寡物件，学以前毋捌听着、毋捌看到物件、哦，吼是安尼。啊无你带你叫你带即啰，对毋对？迄啰顶悬的，是翻一个新的吼、哦，哇，下骹着去迄啰啊，啊咪甩甩旧啊嘛吼、哦。迄、欸、尤其我建议讲，身体较大只、哦、个吼，莫看咱顶悬啊。因为咱即当初设计吼。 就是青团团啊，九国团，嘿，救国团有无？嗯，哎，你救国团大么高音啊？爱、欸、哎，介用这种来河咱咧带，我咧灯光困一下，哎、欸，啊，再翻一下身哦，哦、嗯，这我咧搁醒了。啊，搁啥咧？嘿，个枕头啦，我咧枕头骨溜手吼，搁用咧有迄个坑啊，我啊觉得搁真造出嚟啊，哦。 假如为只箭头吼，三加半秒了起来，搁搁头前个扣箭头了。那有什么办法呢？啊，你看设计个呢？无你下加迄两开关着较假咧吼，箭头走未出去啊！啊，尼箭头搁骨力骨的个种啊。哦，足歹困个，因为无来吼，啊，阮囝日吼，昨天咧讲课多久啊？吼，我来啉咖啡呢，啊，我天朝尾来搁啉一个咖啡啊，拄啊，啉完赶紧赶来。为什么要提神呢、啊？因为我们讲课吼。 嗯，下卡大陆听你电话咧，讲说咧独孤，我著吃啦咧。那小患咩？阿是毛病，这毛病呢，我们尽可能要想办法去克服它哈。还、哦、有、那個、我们张院长幕式哈，因为以前医大一、那个一、那个研究所，我们教授一、哦、退休了哈，帮、哦、助我们台民政府出了很大的力量。 哦，他现在还是专台湾啊，不是中华民国了，麦克台湾了。中华民国有些吼、哦、需要充裁了，什么审查这一方面的吼，拢有咱张议长会分得对了。他偶尔有时候到南非去，所以两个前去南非去也是我来你一家致辞哈的闭幕词哈。闭幕词当然相对阿来讲，你这段这几日来来哦有的。 直接就跳到高级了，但市场上，咱只要有初级、高级这样子那帮你点招，但因为时间上未必堵好啊，而且时间还多有闲，多少去下蛋喝千卡冲上，所以他直接就跳到高级来，但是虽然说你还需要补回去。哦，各位，你今日来来高级面吼、哦，后礼拜有初级，那个报道等你。 因为安内咱电脑入面吼，你每一关欠出来，你一定爱报，你无报是有時你没有做资格？迄电脑迄落，咱即般咧用电脑啊，袂要变安怎？用人诶，你记从今仔了，我今天早上一直无闲，甲中岛食饱了过就无闲。有时要改东改西啦？吼、哦，啊别白时障那个电脑已经关起来了。台南州一百个吼，又上个礼拜就关机啊，老底咱高雄州诶啦。 为什么高雄州在今天有无？谈多少最后一堂课？你好，他们回去就有关机了。你要调整节目，你要改啥都都没有办法。那等熬出来是，在下个礼拜再开机。那如初级、高级、华丽点招啊，不出现最后最后三日嘞。而且，咱开放哦，咱海外有咱日本的，有美国的，因为较早等下收分的时候哦，初级。 了嗨啊！啊，等等，未当等啊，等几个月变啊，伊就阁倒转去，倒转过只，到时又阁来。好，来回时间啊，坐飞机钱的，阿袂得建议，就是、是是来讲甚至于来一礼拜内底哦，一可完成个咧，开盖了一一好省哦，都叫全套的诶。啊，虽然呾摆一日吼，迄个找是明天，到个礼拜七号开始到十四号就明天了。 来十四号吼，安尼规套的，来规套来滴呢？哎，还有半套的。哎，啊，这规套人毋能想遐样吼，还有半套的，还拢想遐样吼。还有三分之一套的，你讲我都有时间哦。哎，即几日啊来初级班，啊，恁恁初级的要报高级的可以，哎，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啊，就三天吼、喔，中有初级。 高级，啊！到最后资讯，所以分咧三三套，恁看欠多一套？你有时间来报也可以。即个就搭着迄个海外，海外咱代桥即个车帮啊，无伊咱台湾，咱本土国内吼，无办即种的，都应付迄落。但是讲啊，甲啦，海外遮些人不如吼用即个机会，咱伫岛内遮些人，因要讲国内吼有啦作品加名。 因为台湾的先也毋是即个国，啊有國，结尾有若咱讲国内，阿毋若喙壳有叨落爱讲国内啊。其实咱讲咱台湾本土岛内，安尼较袂突去了，对啦吼。所以上课上了，出的资格，为什物讲开什物资格？你若想讲国朋堂的吼，因内只了涉一个啥呢？革命研究什物什物数了，对啦吼，个人知吼。哦 遐著是取得资格的所在啦。你袂晓，你，你伫你伫地方内底吼，你,、喔、你是罗马参旗，还是你伫安内呢？会使有车都可以。你落地方内底有一点仔实力嘅，吼、喔，叫、那、做、個、派系啦吼，哎、喔，大部分拢派啊训练的，伊著无管你有读台啊无台啊，你不管呢。伊要训练出来呢，他取得资格，伊著会当安怎安怎安怎。 所以咧，台湾这个乱象吼，就是因迄个敌顶迄个派系内底吼，接受迄个资格训练出来的，伫遐胡黑乱说。所以国台乡内底有迄个黑道治国，有无？吼、哦，黑道治国的安尼啊對，所以咱谈民主，才你无讲。咱来这呢，你出的资格是主要安那呢？互你脑筋作清楚？ 六十几人，六十几单来国民党教育是安怎格咱教育诶？唯一个历史，河南呢是完全拢百分之百毋对诶。你各位咱大陆读过历史嘛？国民党互咱历史，甲来台民主有读过了，完全拢一百度爱别人甲去除掉。咳咳我哪讲咱伫校读几十单个册，但是迄个历史个部分哦。 带货人的呢，当时靠爸妈搞搞副业哦。伊你伫讲讲呢，你是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哎、欸，五千年在为当时圣帝呢。因为圣帝讲啦，从皇帝开始。哎、欸，你看讲皇帝，还、啊、有白帝、黑帝、黄帝嘞，哎、欸，奇怪，伊靠用皇帝吼，啊，所以伊叫侬炎黄子孙呐。啊，咱就读就安尼读啊，咱侬炎黄子孙咧，啊、祖地安伫的人哦，五千年历史文化啦。你想讲？ 开从皇帝开始，哦，啊，阿几安咧哦！皇帝唐虞夏商周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中华民国，按一个按得来哦，诶，叫做五千年历史文化。啊，但睇了有效无？啊，你无效啊！咱这边因读中华民国啊，讲讲迄边是汉奸吼、哦，好、哦，迄边甲讲这是英雄啦。你知哦？迄边讲英雄，讲即边叫汉奸啦、啊。啊，即个两边咧读的历史，读的做咩啊？ 迄给了时间个例子，所以回归互互一般学术人去评论即即段历史安尼。所以你若离开台湾去、那個、国外咧读个吼，百分之九十几拢要注定啊台湾独立啦。为虾米呢？即高材生出国为虾拢要想个呢？嗯，啊读历史个时，我拢无讲啊，啊无讲是讲讲讲哦，安尼哦，啊所以即个台湾个地位就是安尼，所以想讲哦，我要争取台湾独立。 所以，变国民党伫遮教育诶，主要出外去，就完全改变。啊！咧，阮校诶时阵，作者拢是去太大，太大了诶时吼，出国，出国诶时吼，都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啦。迄零点二可能是啥物款原因，咱算袂出来。但最起码，这个人处理了吼，拢改变对中华民国诶教育何因呢？诶，根深蒂固诶。 迄一迄种厝租店，你也是阮个校长哦。迄个阮个校长吼，黄日美调来局去日美两届哦。阮个阮个校长啊，甲一百空几个较巧个哦。前几年啊，迄个阿局啊有去改迄个迄个祭拜吼。阮个校长，迄你也是为甚物迄个金日总部迄两届，啊甲调来局个？听讲的是吼，迄个问啥个呢。哎，你你你这校长是安怎做个啊？ 阿即个恁大个香港出来，遐学生吼、哦，出国去，大拢要树立单独的，拢好过中华民国啊！校长讲，阿即个我是迄个自由开放制度啊，我是一个自由自由的主义者。那我来在学生安尼啊，哦，都伊懵懵。过经过过大，迄个学生吼、哦，也是过叫去。迄 <laughs> 阵我伫内底啊，我来咧，总共有无到绿岛吼、哦？ 拢十五当的，我历到十五年吼。这多年，底阵啊，学校诶时生甲几位绿官，阮绿官，伊阵啊，施明德伊是陆军候补军官班哦。我是一位正式的陆军官校。阮的同学为台大，啊为政大，为东海大学，东吴大学，阮达拢分开诶。伊讲达军咧的时阵，迄阵啊，阮来讲吼，即个中华民国是外来的政权。 因即个乞食兵哦，因在走路兵啊吼，人一般来咧走路吼，拢采了家己啊，歹咧吼，啊，惊士也歹咧。嘿，因个歹长呢，因歹长迄个一群哦，都从个土匪啊来，来遮那台湾的时阵吼，一九四五年，著、就是咱的母国个战败啊，对无？有些咱的东西摸下讲，诶、欸、奇怪，一九四五年即、這个中国人个战争啊，为甚物咱个台湾的时阵哦，迄阵啊靠咱征兵？ 哦，让你征兵，阿搁那派人去当家开会啊，都变成啥？你殖民地，或者啥那变成了变不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伊讲为什么战争拢去出啊，是以前无，往那无。咱若无搞去出啊，若无战败吼，咱单陪我们在别个挂山人去啊啦。又是殖民地可以割让，又可以买卖，但是你若神圣不可分割的时争吼、哦，你就不能够分割。 李主下当呢，我放弃迄个抗，迄个管辖权，哦，啊，着委托，互你管啦，互你管啦、啊。一段时间呢，开始解决这个这个政治问题啦。所以，就二次大战起出那时呢，一九四五的四月七日时喏，伊出、喔、那时佮宣布，就是讲用迄、那个 <coughs> 回归用宪法来把朋友佮台湾呢纳入大日本帝国来对，来无你四国五澳。 哦，点对,对了，被维系的吼啊，大日本的建白，建白变成哪呢？从大日本帝国，从变作了日本。各位，你那迄个各位，江苏有小可讲的这点吼，变、哦、作日本变成了两个了，一个是大日本帝国，就只卖有天皇，啊，底个天皇还是喏，迄、那个美国特制和平宪法，并无把天皇。 迄落会雕个哦，天皇的最多无废掉个。个另外呢，伊即摆成了个日本政府。嗯、日本政府内底伊也拥有个，像咱四个大岛，为福开洛大概都有无？加迄个本州即啊只吼，啊加迄、那个迄、那个九州有无？加四岛，遮间隔叫做日本政府。来伊啊大日本帝国遮领土，为北方四岛，就苏联留这个机会啊占个。 过来下骹呢，就主导着韩国用伊；，搁有来偏向个台湾呢，就迄个中国啊，个呢用伊。国内呢，南下迄个所在啊，因为迄阵啊也毋捌发着讲石油遐那丰富啊，所以迄阵啊就介上讲比较三不管地带嘞。迄阵啊也袂啊，啊着着放弃吼。所以西南群岛甲即摆要大嘞，主啊，因为要石油。啊，讲个遐石油是呢下骹吼，是牢牢个烫底呢，会烫过咱台湾过。 啊，个对，为了迄个金阁群岛来公园来钓鱼台，所以各位，毕竟有哪讲，咱十八岁以上的心哦无厝诶，拢互你入厝，嗯，奇怪，你钱要倒来啊？哦，啊个为囝仔读这钱吼，为、哦、幼园开始读到大学毕业免钱，哦，我还想咧讲梦牙咧，但来你为啥？伊毋知咱的钱哦，太多给你啦，咱较早钱的钱吼，台湾钱用卡包。 是代金钢拍拼，安、啊、起来，但是咱若先天下来钱呢？迄、那个澳金地加咧老呢？有中于开始当了澳钓，我讲哎，迄、那个正了钱哦！看看，为什呢？美国仔啊，你阿懂个？你讲甲阿点动？真是伊要斗人个？你讲甲阿点动？以前趁有钱，外靠背，你知？所以咱的酒拢要外靠背，你记无？接着就是啦，阿个咱保护咱台湾。 先天福来财产啊，嘿，以后拿来死咯，只要赚的亏的钱就滴滴出来啊！你讲呐？哦，所以你讲，当然无讲像个水到水遐遐简单啦、啊，开的都有吼、哦。哦，当然要经过相当的探勘啊，各类挖来开采。讲到水到水啊，我是讲，迄批中国啊吼、哦，迄草包、草包个迄个精神吼，哎、欸。 因过来的时阵吼，有看咱个隔壁咧开水落水，你知影吼？哦，伊讲迄个开落水呢，伊也走去迄落人个五金行吼，买一支买一支迄个水龙头啊，等于壁空来插了倒落去先吼，啊，了转啊，个全部水啊，嘿，啊，真正即毋是咧讲笑话啊，全、欸、无水吼、哦，搁去人咩咩叫呢？啊，是讲人山人海落有水，啊，遐落无水啊？爱讲你你遐两块无水安尼？ 伊讲，我對著对只壁甲用了着。诶、欸，即还有讲嘞，管线啦，还有水来啊。哎，土包啊，即个经营，即真正吼、喔，中国迄前要毋啦自来水个啦。日本个是，甲咱两通电就知影讲？要安那自来水啊？因也毋知影嘞啦。搁讲个笑嘞，火车咧走个时讲哇，迄个规根厝拢会走啊。哦，对不对？所以即个土包你毋知，毋是咱遮虚构，得当初来真正是安尼就对啦。迄位高雄码头落来个时阵吼。 阮老爸伊也接、哦爸爸啊哦、啦，我细汉哦，听听阮爸爸甲阮妈阿嬷讲啊，讲嘿，啊即马讲做工哦，讲要来咱台湾，无来码头啊看卖咧安尼阮我阿妈讲嘿，伊伊也看卖，吼，结果伊是喏，等来哦，要告我阿嬷讲，吼、哦，迄个时阵去食冰咧，我细汉诶时阵就有影印象听，伊讲开始要落船诶时阵，就过用码头啦。 拢身躯排迄个鼎钉鞋啦，皮裤脚啦，穿草鞋啦，各了两支枪，一支着七九步枪啦，外一支呢，咧食迄水烟有无？食烟个烟枪啊，恁即下拢毋捌看个啦。迄、那个老大人你会知，还佫一支伫遐咧专门食水烟个啦，迄烟迄个迄、那个怎啊呢？迄、那个烟草吼，甲煎嘞煎嘞吼，对不对？一支管拢排两支枪个。啊，即个部队是辣战争呢？ 无解，予日本佮关关伊个重庆遐啦，迄时吼美国来原子弹炸了，吸了火烧落啊。吼伊讲个摇身一变的身吼，变讲战胜国，其实差一点仔连迄个国都无伊啦，战线伊也靠美国个嘛，啊所以咱的某某国的身咯，日本我我想我想的日本人啦，你看我一九四五个啊，一九四五啊四五年佮战败嘛，所以我才六岁啊。 拢小可捌代志，拢爱听代志，咧讲虾物话啊？妈妈大汉勒时较知啦，美国伊无爱登陆，用啥？用美日教的，载了五百磅的，好大家添解点啊？伊无要登陆，无要直接含你操变迄落弱国战死伤啊。所以现在就是、现在是好啊、哦，不咧疏开哦。各位呐，你较听毋知影虾物叫做疏开啊。哦，万景线就知影疏开了，疏开了就爱鼎西要排了吼。 啊咧，迄迄时大人吼、哦，著用起迄、那个雪榹本打，啊，咱高跟啊，啊著打咧，安尼两个打一台对吧？锁开，走去迄个高雄庄脚附近迄个山顶避啦，迄个锁开了，迄头难迄个空隙啦。啊，阵来毋知影讲奇怪，卡拢啊着迄个美国迄个迄个飞机啊，啊著毋知影讲啊，咱著日本诶啊伊来咧轰炸，咱毋知。啊，慢慢大汉诶是较知影吼、哦，原来是美国甲咱轰炸诶哦。 啊，为什么用美机过来轰炸？无要派人过来？又在硫磺岛的时阵吼，美军的登陆硫磺，迄个硫磺岛死伤偌济呢？含日本底下撤兵，到尾也当日本吼拍输嘛。因为美国人侪佫用最新的武器，会把迄个硫磺岛又克起来。但死伤真济了吼，伊的战略就改变。若要佫登陆咱台湾哦，哎、欸，唔知道要死伤偌济啦。 我只旧年九月，我去参加咱迄个台湾政府呃华盛顿 D.C. 版的国际酒会吼，诶，记者会啊。了后时我有时间去参观下呢，参观伫硫磺岛吼，迄美国绿色的伫遐印国旗嘿啊，迄、那个雕像哦栩栩如生啊，吼、哦，就表示讲迄个惨咧，你知有无？所以美国伊调整迄个战略吼、哦，要踢过咱台湾，你若盯著台湾吼、哦。 这死忠搁较侪啦，为什物呢？因为咱台湾的，惊讲台湾遐人可能毋是人哦，因为咧炸迄落，菲律宾机场的时阵吼，伊一大批的军人吼，搁着弄一大群军舰你啊，敢像人的性命无价值啦，啊真有对的，为咱台湾保义的啊，所以美国头毋知影台湾即个遐哪重要，到尾发觉。 早菲律宾的机场，甲因的公舰，的拢为台湾起飞的。在印尼，拢是有台湾起飞。啊，这拢是哦，迄、那个特工队啊，迄、那、性、個、命无当作性命。伊讲迄奇怪，迄、那、毋、個、是拢毋是人诶管哦。较了，搁是开机直接要弄一只公舰嘛。所以，我惊着，你知影无？好大人，迄毋是讲野蛮诶，你、那個、啊，遐歹啊。吼，所以就讲，我若如果讲，硫磺岛吼，好着牺牲较济。 啊，若中,中到了台湾哦，毋知要死牲偌济啦。所以呢，马卡罗萨是跳去你台湾，我一条跳去到奥金纳瓦遐去，就是讲我擒者擒王，我拍到你门口定去。所以奥金纳瓦重要。奥金纳瓦若含咱嘞，某国个军队哦，拼啊干嘞，变啊到尾啊，迄、那个小将，就指挥官嘞，是拼啊一兵一出，路尾要投降，到尾啊，切腹自杀。 美国看了真感动哦！迄将军小将军，家己切腹自杀喽。这里看是了战况原啊之类，所以咱个回响个倒倒来。如果若美国盯住咱台湾，迄阵啊，日本个心吼吊两师诶，关东军倒倒来要让美国吃命。跩这两这两师哦，保持个相对完整，啊，拢无震动着啊。我细个是伫三明国校，迄啊时了看，哎哟啊！ 因一时拢出来伫迄个教笑外口，拢坐伫啊，啊头毋知影讲，敢若听新人讲，迄日本兵啊，尔要当去，要当去日本啊。但是因个整洁服装啊，好，插个金项链，配个金项链，干那小队长，武术刀，咱囝仔迄个刀吼，都金光闪闪滚啊。个可见因安内因军纪军容拢保持较上完整，无怪迄个号称啊，日本就是咱个母国。 最优秀的迄个精锐部队关东军，龙书无大无侪调转来台湾，要和美国切兵，啊，美国咧未够严，我拢跳过。啊，所以即龙书呢，到尾啊遣送回迄个日本倒去。所以你妈妈呢，咱伫大汉奇怪啊，讲日本战败，啊為什麼，为啥物啊军容军纪遐好？啊，所谓迄个硬城铁甲兵啊，妈妈大汉的时阵开始着迄个三型迄个问题出来，你知无？ 原来只乞食兵是走路兵啊，是讲拍牌啊，啊无代无志。美国讲、啊、来来来来，安尼你蒋介石吼，暂时来即来遮，第一二人民币过飞阵呐，可能惊啦，惊咱只讲毋是人诶只啦，叫特工队啊，我不要惊死就对啦。所以归去啊，叫恁中国啊较勤紧诶，吼来来来来管安尼，一管六十几栋啊，迄时代无 CD 定点定点拢无变走呢，吼啊搁直接安尼浇塌啊，所以我讲吼。 迄个咱大陆即个命运要安怎？有有可能是冥冥之中啊，咱伫别家己以后要改变那个状况的时阵吼，有一段真艰苦的过程啦。这艰、個、苦的过程，你也想，若初级班咱就怎讲？咱台湾的近代史，吼、哦，为清朝吼，迄种个国国迄个疫情啊，是毋是抑阁有西班牙我、荷兰？ 当然葡到牙无啦，葡萄牙迄个皮肤呢。啊，葡萄牙是伊是经过迄落伊先讲，哦，只靠迄个，迄个佛山沙遐水个，诶，一个、一个、一个岛屿安尼啊。啊，等于澳洲吼无代无只遐草滩，吼，我经过第一次先讲，有只有够水个咧，吼，啊，西北牙迄落，一一定滴著冰来，你咩？迄个舰队吼，因著走，走维斯勒淡水河遐登陆。所以咱即摆遐有个啊，叫暗门城有无？吼，迄个暗门啊，有无？

战败日本的心哦，从来通知咱台湾甲配湖。咧近代心，你著知影，我们有一个概念，所以咱含迄落咱诶日本，要告有关系，就是马关条约，著是一八九四年迄落甲午战争。所以今年二零一四，加加减减到一百十点钟，一百二十年前，迄阵啊发生迄落。 日本和清朝战争，隔年一八九五把台湾澎湖挂出来，扬言割让，比如说咱的和离开咱中国，迄、那个所在拢无交接啊，都挂给人去挂来日本，统治咱台湾的心吼，伊、哦、唔知啊，吼、哦，啊咱来占领啊，就要定就要管台湾诶，那会知拄到遐管厝边的心咯，吼、哦，歹歹叫。 诶，讲诶、欸，啊，恁一千年挂好安尼呢？我咪来接手统治呢？迄个原住民吼咧讲，遮阮的土地，阮一只拢带伫出来，遮是山人爷啊！吼、哦，讲万清，遐含无啥物关系啊？原来咧地图拍鬼，你来看，你查几摆你著知影吼。咱台湾地图带成一只迄个探鸟啊，有无？迄、那个蚕啊，或、那、者、個、探鸟迄、那个现啊。用安那個尼那個、怎呢？因为中央山脉一当七百个积啦，三分之二。 拢毋是清朝有统治着，有咧管理着。但伊咧拔树叫过，拢挂乎人去啊！咧厝边计标拢挂挂乎人去啊！啊都乎人去啊！是感觉迄个阮厝边讲，啊，遮反正开始是毋知几几百代做拢大历即啊遮，即些咧青条咧毋是啊，清朝若要征服因嘞？迄个日本拢会、欸、奇怪，啊，即来遮就挂花较会连遮较早人讲叫清番啊。 吼，弯弯、哦哦、的心吼，迄若袂会人嘅，对不對？吼，连即种鬼拢挂挂翻，好无挂咧呢？按照国际法，国际法就是啥呢？就是我甲你征服你啦，征服。所以用安尼十天嘅时间哦，为北甲南嘅心哦，含遮原住民吃饼，甲咪征服，征服了呢，就服服帖帖。即、這个咧原住民优秀嘅时呢，你既然有我当赢我，我就输你啦，我服你啦，吼、哦。 生活习惯慢慢改啦，啊学日本话啦，吼为了变人比较强啊，啊你看因咧自己也是喏变人较老啦，啊短底,底几几几栋内底吼，吼一下拢在讲日语，啊咱点到别呢，嘿因学语文有够难教啊，对不对？要、這個、关注面吼，所以回征服了，开始日本咯，就是说统治啦，开始我摊在袂去关机啦，我个拍摄，啊这一样，啊本来讲课时我笑开迄落吼，较袂迄落。 啊，毋知啊，即摆电话来哦，小大家听下落啊。我讲个先咯，讲学了後，所以日本用真济时间的精神，虽然是迄阵啊做殖民地哦，但是呢，伊他咧建设哦。因为这当然是战争赢来，所以也开始建设。伊阵用殖民地在殖民地呢用法来治啊，以法来治，但是毋是像中国啊，伊是人治啊。 发是伫遐咧互看尔，其实拢达表真知啊！阿咧日本，互咱老一辈仔诶少年咧发伫啊！你若对讲日本政府安怎安怎拜拜吼，哎、欸，抓伊关二十九天啊，二十九天呐、啊，无超过一个月啦。伊咧处罚咧是呢，抓伊关二十九天，吼、哦，我著感觉真严重啊咧！毋是咱只系是对政府讲安怎呢、啊？一关十偌年呐，吼，即个十偌冬啊。哦 你看这啊、個，你看差偌济？我讲我那日本时代我能，我阿当关关骨十届、哦、就对啦，哈，迄二十九公就一个一个月，嘞，对不对？啊，一届落互你食袂消啊啦。迄所有讲，家己什物，我们作为祖国的怀抱啦，吼，家己祖国对咱遐责任啦。阿因咧讲个殖民地，等于对咱的人依法来，你犯了什物条文，就是该出来了呢。所以伫日本哩，只开始统治的心咯，伊就建设咱台湾。 你看咱迄个家园啊，江南水准了啊，有无？江南边，你看今仔，个有，你看偌久个时间，今仔迄个所在人，人日本人，人家哩来建筑起来。所以我讲个，老一辈要对安尼嘞两相比较，对中国啊，甲对日本，毋是讲对日本，伫只间通知外来通知咱讲个迄是中国人闲讲个啊，伊通知个时阵喽，有照法律咧行。细汉阮咧困吼，门口埕吼。 毋免关什么门啊，门口埕内底臭气啊咧，伊一了牙出来，看天啦、啊。好，我正家己倒市内底阮公司哦。吼、哦，迄老一辈来讲啊，迄叫啥呢？迄、那个啥物？迄、那个诶、欸，七龙马生啦吼，来、哦啊、七龙马生看吼，迄、哦那个牛郎织女啦，我来讲哦，迄条牛郎车啦，迄条织女车啦，啊，著甲你画呢？画讲为啥物较袂当相会啦？啊，著是迄迄迄迄条银河有无？吼、哦。 暗时啊，来看，拢会，拢会幻想迄个啦，啊，迄个啥物吼，迄个北斗啦，北斗车啦，有无七星啦，啥物货？哦，拢会甲己看作像。即马无，即马你倒去门口听人倒啊，你要倒倒看迄个星啊。整个时代变，整个改变，你今仔用铁桶，从前咱咱即来用铁桶，即有啥物通好笑啊？啊你，你无铁桶就袂使啊。老师来得铁通来给教伊，来给学，来给固呀。 迄时代甲变家呢咧，对毋对？所以莫怪有老一辈怀念啊，阿巴多。迄时代的变呢咧，就即批即批来走落的，咱只通知甲你管。然后呢，用以夷制夷，即阵中国不是安尼啦，就是讲哦，你中国汉中是正中国中诶國,國,国啦，村诶恁遮拢翻帮啊，吼，啥物闽语、啥物满语、地章节啦，相、哦、对。 什么匈奴、啊、啦、鲜卑、氐羌族啦，有无？诶，房价用遮拢还啦，干因这样讲是因因迄落。啊你，你还啦？你讲汉，恁遮汉族是表示我中国住伫即个，地方，我中国上强，剩个都毋是。伊讲啥物外国话啊？最近迄个柯文哲咧算有无？吼吼，迄日若想到迄、那个迄、那个侯博春吼，迄、喔、种嘴人哦，讲、喔、吼，即个、喔、方面啦、啊。 嘿、欸，咱当时间无叫人讲，伊替咱先讲咧。黄敏啊，黄敏安怎？讲黄敏的主题袂使算计咧、啊，奇怪呢。若讲黄敏哦，因即批叫做啥物名，你知影无？因所为汉族伫中国的时候，清朝就进武充因的族啊，迄旗啊，旗啊，吼，八大旗内底其中之一做进补充因的旗人啊。迄旗是因呢，拍怕倒因汉族迄有惯呢，对毋对？啊，奇怪。 你伫汉族迄种统治，诶、欸，恁恁恁伫遐苟延产喘，恁也是黄黄民呢？因为清朝迄种皇帝，你看无？迄种皇帝啊，日本天皇也是皇帝。啊，你来讲，遮个黄民，啊，恁俩呢？恁俩是拢黄民的子孙，到壁个流浪逃难来。咱黄民啊，为啥毋对？恁是难民呢？恁是拢造出来、向赶出来的难民呢？ 所以咱这个方面有当咧想吼，我必须得讲，嘿奇怪，啊咱吼无叫人讲，伊咧想替咱讲嘞。啊，方面有啥毋对啊？啊，阮咧方面啦，对毋对？一九四零，这个无毋对啊。伊一九四七的时候开始反棉化啊。所以咱的时代，咱的阿公阿妈有当拢经过这个反棉的迄个地的嘛？吼、哦，拢是大日本帝国迄、那个陛下会即来遮的、這個，咱就讲伊叫臣民的对啦。 所以这,這个双击的信号，小李也看出，当迄个民众大言的信号，迄微无上吧，看到咱这了，看咱这台湾了，应该讲啥？好，咱赢了,、啊了,了,哦、了,了，哦，咱赢了，啊，咱咱看这了人哦，所以分袂清楚，你知？分袂清楚，就讲你这了本土台人，你当民众下面了民众无共啊，但是如果赢下过分汤的吼，好伊就讲赢了，咱赢了，吼。 所以，即个时阵呢，社会对即个认知啦、啊，有伊个差别性。然后，把个本土党人，因也是讲本土，因为当时的政党成立未成，诶、欸，我也是标准的本土党人的政動，政党来对民进党啊。如尤其咱出来的时阵呢，都回倒当来，若是要对抗即外来的政权，咱也贡献一点仔力。但是，伊唔知系讲吼。 因即只大怪物的心吼，是安那生存的，毋知影。但你提供一点仔辣的心吼，还乜请所有的当然北部啦，为迄个所谓大小战役啦，咱拢参悟着。而、就、且、是、要搞个中华长国，寡个，寡出离开台湾无。但咱出内心，高端啊，所有的急啦。政党内底改变改变讲安，会咱有算计，把衰变改变政权。 咱的想法足单纯咯，结果是阿扁选到总统了先，咦阿凯，迄、那个美国些咧触礁呢，罗毅三楼办公室，甲讲，你这个不能说，你这个不能讲，你这个不能发表什么的，奇怪指指点点啊，吼、哦，所以事不一没有啊，嘿奇怪，伊讲我要阿台湾安怎，你等于我多。 我无不多，啊，恁无不多，哦，迄阵啊，对吼、哦，相当感冒咧。啊，你不多是安那讲，大家我无不多，但你知影咧，伊可能选对了啊，先，伊想要安怎安怎樣，但是安那咧，台湾的近代史、近代历史，伊无读，毋知影讲的是吼、哦，美国为啥会当改讲礼拜三、礼拜三先？ 那无，个苏联来甲你讲安尼，也是法国,英國白白、英国来讲，你袂使、袂使信，你较袂疏可鉴诶。偏偏是出大事诶时阵咯，含即个有关系。英国甲中国，因拢伫阮阮东军啊，拢是遮是毋是尼啊，为啥因遮拢袂讲？嗯，奇怪，甲你,、那個、你美国诶，你毋用木料，迄、那个想法迈？问题出伫对啥？为啥你美国一个厝长尔尔，你竟然甲我迄个？ 全台湾只系老百姓选出来的总统哦，安尼指指点点，你若用一寡迄、那个、迄、那个研究诶事，你知影个啊？迄、那个骨头伫对一搭啦。但是无，你定位时阵有想讲过安尼哦？叫一寡学者，一人一千万哦。来研究即个台湾，即、這个国际地位，啊，甲未来安怎？你也想？遐学者一千万拢领诶哦，做经过，迄若叫咱咱拢会啦。 啊！曹操写写，曹操写嘞，到尾结论讲，嗯，啊，台湾的国际地位未定论啊，嗯，安尼足简单。啊，即摆学者伫咧教育内底，也拢安尼写。所以，咱抄来抄去，到尾抄拢大部分拢安尼啦。啊，奇怪呢！你开遐钱，结果因安尼学者，那话毋敢讲实话，啊，有可能就是讲因有研究，但是毋敢发表。所以你抄来我抄来抄去，结论拢是台湾国际地位未定。 我那两年啊，但你要想讲为什么未定？你那如果经过旧金山和议十三条，诶、哎，美国家是主要占领国呢。啊，奇怪，为啥占领国还中华民国来？你把来研究这段历史啊，原来中华民国伊这所在又合法无？又发开桥未？国际法站得住吗？你这也是哦，你占领不能并吞啦、啊，而且流王政国不能就地合法。 国际化的时候呢，所以达赖喇嘛伊即个刘邦去印度的时候呐，伊咧达赖萨拉遐的时候，诶、欸，伊阿老选举哦，但是咧选举家己选啊，别无法印度人做伊选啊，伊两要就地好话，讲遮遮我诶嘛，不行啊！刘邦迄个所在，迄个暂时住伫啊，有机会你著遮原班个倒去，你个原来国土。如此代阵个心。 所谓遐拢流氓诶，二次大战结束了后先干那中华民国无所在通我倒争伊，所以咧伫流流氓伫咱啊对了台北，所以名叫做 Chinese 台北。各位，咱江有就我刚叔讲过啊，说流氓伫台北诶政府啦，流氓伫遮个啦，流氓政府袂使用迄个国家诶名，伊只用一个大城市。

有近代史安呢了小有其他政治啊，所以伊直接用流氓的，各日请去台北，咱对外口咧迄落拢用请去台北。我是讲奇怪，用请去台北，你看用中华民国，好无？啊，大家讲想个，啊，用中华民国开，为什物用请去台北？国际无承认你请你了嘛？吼、哦，你阿欧西嘛？但是呢，你另外一个政治团体,體是用安、啊、内用请去台北，还可以接受。 所以咱的国际运动会拢有请去台北安尼拍野球、讲野球拢有请去台北，但是偏偏你嘞袂使讲用俄罗斯啊，了中华民国啊。所以讲清楚是，一直偏难。国际上一样个呢，啊对内对呢。吼、哦，我们的中华民国依据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各位这部宪法是一九四六年的蒋委员的中国定出来时阵哦。 开始因内地咧内乱，啊，我拢是死啊！啊，这部就歹咧啊，从黄金湾歹咧，哦，世界咧共去了啊！啊，咧歹咧，走走走走台湾来，走台湾来，讲用这部宪法，但是计当个是四七年，就是咱台湾二,二八二八事件发生啊！阿在中国那边个时候，共产党当咧乱啊，所以咧个国是了四八年的冻结的宪法的规拢冻结。 台湾是走走咯，四九年到三八年，三八的那四九年，开始挖矿都是罕见。四九年他們过来，进来这的有无？因开始用什么看乱史起啊？吼、哦、啊！暂时献花放里边，用看乱史起来咱抵咱啊。所以今仔咱有刀人啊，空空戆的喊来做个讲，嗯，有台人那有刀人喊伫遐修改献花呢？吼、哦，讲。笑的！你刀人是啊代表咱刀人讲的修改献花，献花这个在中国大陆。 用伊三十五项做起来现乱，就这点毛啊做大顶的啊！二十四寸的头帽啊，来咱台湾是不过十几寸呀。迄二十几寸的帽啊。来落杉矶会透骨去吗？今仔西装做大领，后个囡仔穿会穿去吗？所以大面修，我咧修改西装，我咧改修改也未称职，我修改我，迄个也未下输，即就是安尼。就咱台湾人的心哦，或者国民党教育佮伟咱歪去啊，作为底下讲国民党的话。 我、哦、啊，弟安尼呢，为虎作伥，咧救咱台湾人，所以你讲伊讲台湾是台湾人嘛？所以今日美国叫咱清身份证，嚟讲，你一定要清身份证，为什么呢？佫会人表面讲你正港本土台湾人，你必须要第一个核清楚，从日本时代，恁、啊、阿恁时代啊，恁阿公阿嬷的时阵是正本土的，安尼清出来了，我甲伊分别，你说中国人台湾人，我知，阿、啊、无你证件摕出来，拢总是中国人。 我为什面的请担心症？你今日有一个概念，即个心情咱叫保身符，来、就是、三四八档来抵数，的人用咱刀郎心轮，请咱家己个心轮呢？以前咱拢无心轮呢，所以咱今日是，有咱台民政府咱的秘书长率领咱二百一十八个二二八七的数字告美国，有阵台湾有人来感谢咱台民政府，有当来今个个。 迄不是让你用底下掏的，这个杆不是讲哇，那个杆哦，掏开就好势啦。迄不是啊，简单的掏那个杆的，竟然几千个、几万个，伫中华民国最多来的受教育、博学学者、教授一大堆。但是有一个人甲中华民国讲你是走路见惯，你是这下你袂袂使在别头，你不代表沒人敢工哦。 所以恁在暗看们个心哦，和咱美国个判讲，咱六十几当代嘞生活在政治伦理之中。那美国人个咧改讲，你嘞生活在政治伦理之中啊？为虾有改落一个选举？你的选举代表咱民意吗？咱的搞分图啊，较早的时候哦，吼，领导出来吼、哦，就讲啊、哦，改变咯，改变咱的观念思想。以前咱是要用武力个含拼，啊，但是这個时代。 哦，边变个老外老弟呢，所以我就是受第啥呢？来到希特勒传哦影响哦。希特勒是，伊当初是要推翻德国皇帝德皇，但是伫爱判死党哦。伊出来的时阵呢，伫即个 pub，伫啉迄个秘鲁哦，啉 pub。了第，了以后遐纳粹党啊，哦、喔，恁看恁记号无吼？著讲啦，讲咱德工哦、喔，一次世界大战吼。 为什么失败？就是犹太人出卖去了。啊，唔知迄个失头的心咯，用听着迄心咯，系啊，听起话，第初这资料会根深蒂固，从以后是为将官艺术大事的心咯，从残害这犹太人，这是一个世纪的悲哀啦。啊，佮你信唔信？唔知道，但是拢迁怒遐犹太人。 我讲希特勒是了改变了啥？伊当初也是要用武力要推翻德国皇帝德皇，迄、那个制度。到尾听人家讲用选举也使啊，做政党啊，然后选举可以改变政体，政体你要政权起着，可以也当别创造法律个理想。所以你改变为用武力转过来讲无用政党来选票。所以我在内底看了这个时候，哎呦！ 台湾的状况无共啊，咱若如果讲不用物料，有可能二二八事件迄个代产生，就是安那呢，分袂清楚，要含迄个遐中国啊，较早咱讲外省啊，今嘛咱完全无用这个口意，中国就中国啊，较早拢让伊乱作讲本省外省本省外省，拢搞混了，你知影无？吼、哦，啊，其实伊就中国啊，咱台湾，当年无讲到讲一边一国啦，迄也阿边讲个啊。 啊！这一边一个是戴到的红彩线的红线，你知无？咱是一个足特殊的诶地理环境，台湾近代史你读，你会知影吼、哦。所以你来、这个、改变迄的心哦。我想，咦、哎，西特勒是用武力怎么改呢？而同咱台湾也是安尼哦。所以出来了就参加一个政党，就是咱民进党。你看用选票来改变这个政党，啊，政党了是改变咱的。 追求理想，看中华民国离贵者，因为伊未使代表咱台湾。你当初是代表中国，你未使代表咱台湾，是安尼想法呀？但你若知道这做幼稚的想法啦、啊，你加入嘅心哦，唔知啊，延长中华民国的生命。为什么？你懂地人做迄条线，你有选举，我有选举呢得到的是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支持，得到一半，伫国际上啊，就站得住啊。国际来人讲，你要看我超过。 啊，一半以上的支持啊！啊，不管好歹是有人一半以上的支持。伫民主国家内底叫做哪呢？迄个民主制度好歹毋知影，不管，就是我达到那个标准。所以各位，咱着是安尼虽然台湾人一个鸡骨头弹出来，逐家伫遐唱，用一个啥物积累火力，咱着伫遐唱，啊，着要安尼选举。如果咱袂少国民党掉去，咱来赢伊本土爱赢伊，吼拄多好掉去。 然后，因为用咱台湾的资源去、那个顶，个咧买票。安怎啊你知？买票投出来，那是投票。你主动处理的，我要支持民主哦。无摕到钱投出来，迄那是票。该出来时阵哦，咱国家就无咧管安怎。你有买票，无买买票的时阵，应该会知影。但是票投出来，迄一个数字就遐那只票。所以延长中华民国伫遮只生命。 如果咱若阁减十外拍，卖出去投就对啦。从即摆投起，来，投票率六十几拍，无超过七十趴，你信不信？啊，若超过无七十拍诶时阵，阁十外拍无，啊伊著倒戈啊，著倒单对毋对？拢无超过五十趴。但是咱老百姓免诶，同时间吼、哦，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台联也好，亲民党也好，有选举诶，只诶人落去靠你诶，条仔骹，吼啊来无款、参会，啊来打迄落心咯。 三啊三十一，啊个有啥？你要选大钓，伊著食较大地选有钓；啊选无钓，著食较小地。拢做得咱难讨人嘛。因遮个政党都无想讲，咱台湾何去何从，要倒会对伊啊，拢无啊。所以叫今仔来读法，你的心哦，你恍然大悟，为啥咱当时间来底时哦，拢有即个选举麻痹，啊？麻痹去。所以咱只、那个咧立衰金治个是，拢互因个油大，拢食遐。 肥尿树、肥尿咧，迄落是诶。咱台人受苦家呢，维丹头甲丹尾是，你啊看，即摆咧扣鱼纸遐回收诶，拢是咱阿公阿嬷，即辈即代遮老实讲诶，是哦，有当变不少，咱看咧流目屎。加咱台湾为虾米会富安尼，咱咧外汇存款，全世界第四名咧，全世界呢赢得要两百个国家哦，外汇存款。 为什么咱今日经济不佳呢？所以，中国个心啊，大家享受退休公园里底拍太极拳、下棋、创啥的，没人要出国，游览，公公、军官、高人员个心，拢个是为打工个，拢为出国，一一当出国几啊届？啊，咱个苦苦清俭的台湾人呢？这是咱家己成长的土地，即、這个所在，既然咱付出的努力没有相对价？ 不成比例，各位，你各位想呢？不管你大你对啦，恁都要看麦。恁啊，粪车来，黑地啊跳起抓呀，拢是咱的阿公阿妈辈。为什么今仔看了客气嘞？哪想生活？为什么家人政府不能照顾伊？你讲照顾遐特殊的人，你什么农民、假把英雄？你对咱台湾有什么贡献吗？ 咱讲，你是咱习大啊阿公阿妈即这,这群人啊，啊后壁排一个筋仔，边啊落一个筋仔，个身躯边扎个粒仔，这金钱咧做国光安起来，叫咱台湾靠即个社会呢，毋是你可能食饱用第一大些呢，所以讲仔一甲颠倒，互咱台湾诶，心哦不知不觉内底为了生活，讲啊政治较歹插的，其实著是无插白心。 今他今仔婚议啊下，给指定咱讲到够。这个选举老实讲，内心欢喜。不管这事，他们他民众无无感官迄啰。但这样的青年，这个考核，什么考核？咱家的故乡，家的旧。老实讲，这个涵动了人心呐、啊。啊、这少人啊，教少年啊，干嘛食饭卡中的，但是。 这个时期，这个时代，反攻啊！这哪要咱故乡家就算万要救，所以二八二九，你看嘛，A 一点点各地搭班的客满，高速公路的所有工厂客满，为什么？因为等故乡要投新乡支票，虽然讲有单一心，来回来收费哦，为人请假搁减钱哦，为什么？他要做台湾阿婆的是没有未来。 所以，即个大生的心哦，以及怀过、怀念之咱的恨、恨等故乡。为什么现在政的政府是为哪敢用家的心哦？民不聊生。为什么有点酸涨？不应该去，你为什么去？两万几块的，大把边的生我。他租这个厝，所以不怪，下年不敢结婚啦。结婚三人要娶。 即系讲表上去，说情况哦。马云计划是伊要把台湾做永久，就是永远吼，永续经营的所在，你知无？伊把咱台湾人的土地拿来吃，百分之三十二点五的没有营养午餐餐去吃，靠啥？靠别物？靠教堂？靠慈善机构去认领？ 百分之三十二点五，只系无食营养餐的，只系囡仔但是因遐的肥老鼠、肥猫，一等间开始我爸要，咱的食营养午餐，一等间只能用两两，伊没没用变啦。你可见的心态。所以他们谈民主、讲成严，你就知影，就看个到,到底，你知影。如果因呐是要伫下永续经验就这样的动作带完只囡仔，是咱未来主人翁。 哪一家营养午餐呢？政府拨出来，袂高盐，一个工程贪污了几百个、几十亿個,个，一当一人也袂变落价，去那讲营养午餐。有时候想到这，我心都很酸呐、啊，咱无能为力呀、啊。对这这辈朝罗见管，的这爱心哦，竟然拢搞给了财团，欺负咱家咱这,這的普通老百姓。 所以，今仔日伊倒票的时贵耶，老实讲哦，咱看得一两们欢喜，啊，一两讲太迟了，因为今仔卖敢蹋踏的时阵吼、哦，你們会价钱，当初买的是恁买价钱，票一票五百一千台又卖去，把咱的人格灵魂拢给卖去，卖了证券了呢，就开始四东内底就敢糟蹋了。 然后呢，咱台湾人呢，较容易忘记了啦。四当下了要选哦，好、哦，阿爸阿妈拜托啊，一百、五百，一两各来票，各来票呀。你啊想很可恶啊，即、这个恶习的文化，咱都来甲美国讲。因为台美政府起来的时哦，一段时间无选举，伊选举了恶习文化，好，咱下来败坏咱的风气。为了即个选举的时呢，阿、啊、无家庭，我要支持你，我要支持哪要差起来个？ 为虾伊毋是正当讲个理想嘅人，是讲伊我正当哪家立哪家立？咱若如果像美国，我咧选好优秀，我自由党来到民进党，民进党来共和党哦。为虾呢？我咧选我尽量讲即心目中嘅人，未互金钱所左右。但咱台湾即个选举，诶，金钱所左右，即个选举的文化真啊是恶习。所以咱受分了先，因即满有顶官了参众议院。 你也免选举，免选举用纸牌，但你必须嗯还是要用民意代表迄个角色编出来预算，嗯也是你的心脏。所以咱做政府内底有内阁一边有议员，吼、哦、啊仿照日本迄、那个迄、那个制度，同啊有参考美国。为什物需要安尼？伊要做啊真大的改变，把台湾所有的因留来只个，我都安那呢？我都台湾。 佫继续在本稍稍出来接阿只哦，即像个粪扫，啊规个扫扫出去你无咱台湾的心吼，哇震动的对啦？我告诉你，小有因为震东一个长时间的、那個，迄、那个敌人啊、那個，迄、那个毒素来的在打转，所以你出乱点也思维也疏忽，袂跳出公安来一路保护，为什么报复因为双击，双击是我企业佮有钱人的投资的啊，投资啊，所以钓钓了的时呢。 你也看讲，对重大工程、重大建设上，因个插手。原来我对你选个是，我讲了，我你，我管好你。这次也讲吼，讲啊啦，讲因真巧，啊，个真可恶。因是啊，地主娘嘞。因为讲即个可能会对，我带较地较大度的。哎、欸，万一来出出伊又无对吼，以好啊，我个地第二度的呢。所以政统内底吼，对我无公开，拢是有地主啊。 为什么迄毒若得着吼？是喏，诶、欸？啊，伊有功劳嘞。即毒得着，伊有功劳。你杀人得着功劳啦。用钱来表示讲政治是为经济的服务诶，一、這个大企业教恁讲诶，恁有听个吼？政治为经济的服务个嘛。所以有钱使贵也无呢。恁遮政治人物选着，拢成鬼少人诶。伊主要用来来甲下无，叫你啥呢？叫你当地，你毋敢讲使啊。 所以，就是政治，就是安尼选举内底有即个保护啊。我们台民政府无任何的保护，有哪无选举？咱甲人出轨，以后来遮上课，诶，这上课毋是啊迄落啊，来困困无好食食无讲真理想啊，对毋对？个人的口味无共咧，无多啊。你是来遮接受新的教育的哦，你跟来遮毋是迄个旅游观光,光哦，咱把心态调整好先哦。 一切逆来顺受，你也感觉讲哎很值得，因为你开几啊年年，你我同伫外口会接受这种的教育是真正的教育，是安尼把的真相讲学，台各位知影。所以咧，台面做无保护的心哦，可以大刀阔斧。所以伫国民党、民众留落来即啊些啦，这毒瘤，我们可以大刀切起来，个砍掉伊。为虾米？ 咱都不欠人家债，咱甲互相来滴。你出去医院了了，你伫外口读三档、五档、六档，有一个设施啦，开几百万读设施，为着要环保局因一个头路，五十公斤啊，一排排到色色度。咱看迄、那个，看迄个心，我疼啊！竟然读几百万读个设施的心，你为了因一个头路的心咯，哎 这都免啦，这、哦、要了初初中毕业的时吼，了五年级的起啊，那了个培养你个学书啦，教出个人才。为啥这社会变安尼来？破书了一大堆无头咯，叫你流浪，流浪老师一大堆。噶咱往公司一两千个，所以流浪老师你知吼？迄、那个街头流浪还有个街游啦，哎、啊，老师无头咯，啊没个，都无得机会啊。 流浪老师一大堆，好可能无。所以为什么时代造成安尼？国民党咧工厂，加一寡大企业，创啥都帮我呢？学外语，你要放我外语，你要做成安那呢？难道咧失业？然后在失业的心哦，诶、欸，因有一套吼，跟你讲你也看，恁诶，民众哦，积极的心吼，拢拢在咧失业啊。但你若如果无开放这個工厂， 去外移的时阵呢，咱大陆真侪拢有头路，伊毋是生里人没有祖国的观念，生里人认为我系趁钱落，中国方开放的，我土地外宽，恁买外宽拢有，买啥物人，阮人做者個個,個,个个嘿啥来工资个少，挨挨定定拢过，但咱毋知啊，咱过的时阵做多少东西呢？咱的技术，咱的人，个啥？ 个咱的货著、就是咱的美金啊，咱个存款伫咱台湾台相当大笔外汇存款，大笔换美金过。伫中国大陆开开放的时阵呢，阮第一次含几个医生过。迄阵啊讲哎，啊北边中国人遐、那個、通地四十几档，遮、那個、通地四十人、那個、通地四十几档来看一个两华因，因个通地个看呐中国人看，阮个装卡。 迄庄卡坐啥物迄呢？较早阮高雄，我客运呢，和小强哦，迄个板凳诶，啊，迄板凳嘛要紧呢，中有一个椅啊板凳哦，后壁有一个吼，专门来放猪啊、鸭啊鸡啊，啊再赶起来坐的啦，咧含人拢相同做诶，咱坐一台车诶啦，顶悬呢，迄个迄个插对吼，白白诶放伫上顶悬诶，迄个庄卡阮着去过，落去离开便所诶时阵吼，啊拜托诶，迄个个总都出来啊。 为什么？迄你根本无法通徛地下，小便完毕啦，干那屁尿味吼，你就要拖啊啦。迄、那个脏卡你們都唔爱过，恁去一间啦，火龙大五千饭店咧，对不对？这真好咧，啊，唔爱去咧装卡咧，因迄咯比咱较早五十年，代迄阵啊，佫较不足老掉啦。恁来去看讲，变数无问，迄足正常啦。迄、那个家己袂佮中道出来吼、喔，你就真正感觉是安尼啦。我有一间吼、喔。 阮心目中阮当干事啊，吼，啊过四川一个所在吼啊半路讲禁吼，啊放尿啦，啊着捉鸡尾了入面，咦，啊个入面看都水得出来，啊，严工原因呢？换第二个入面吼，个水出来，很奇怪啊，迄速度较紧的呀，老放尿较紧的啊，哟，真 of、like, 嗯、是好奇怪，啊个毋讲哦，吼、呃哦，不介意水入尾吼，吼，咱来换倒出来。 拜托，拜托，你那是想要拖啊？因遐拢唔讲，但是要予你试一下看麦吼。阮一日一,個一個人，速度够紧个。你看这边看、那個、糖尿尿尿哦，迄螳螂咬咬蛇啦，吼啊个逼吼真正我当形容个啦。所以袂怪这边个长出来就出来呢，实事求是咯，一点都不夸张。所以咱个遐看，拢吼家家好，大大好，增卡你勿贵，但阮呢偏偏入去增卡。 后迄个车吼、哦，店员吼，出门的时吼，一粒足大只的气球啊！即摆晒晒晒晒倒转来的时吼，迄、哦那个无伊啊！阿门讲啊，迄叫做塞瓦斯的呀、啊，车顶一粒大气球啦、啊！啊是嘛？实伫倒来都消防员，就是遐用料啊，对无？连迄个车我阿捌坐过呢。各位恁在听了，毋捌看到即个车，所以中国。 伫个所在、哦，往国吼，因的外在外汇存款四百亿尔，迄阵啊人口才十一亿通啊。往国时咯，咱台湾人口呢两千一百万左右，即马两千三百几万。咱的外汇存款偌济呀？八百三十几亿啊！咱的已经赢过一倍啊啦。迄阵啊时阵咯，因四百亿尔，吼、哦，即马变啊几十条来摇摆噶，你知影无？ 大陆的是因啥啊？笑贫不笑贱啦！我讲有人咧歌颂迄个中国伟人哦，我讲拜托个，恁迄个敢唔敢笑出来？当初伊认为讲，我是共产党国家，我袂使过迄种腐败的资本主义生活，所以不准跳舞，袂使有舞厅，饭店内底袂使有小姐入去。各位，喊这东喊这西呢，好表示因个国家的，我的高尚，我的清廉。 但是呢，你若迄啊叫小姐哦，你也得拢伊当只萤虫咧。各位咱在座毋知道用当过无？啊，<laughs> 用当过无啊？真正迄 passport 当萤虫，吼、哦。了时阵安尼呢，录引了海外中国出嚟，也捌当迄个当萤虫吼吼，一直拢写不完国文啦。伊讲，你这当咧吼。 那互家庭看到哦，啊，起红包啦，这几点啊，佮上条另外，这些人哦，等于就是讲换美金等于哦，哎，等于外汇哦，外汇伊外,外面，他只要咱咱家己国家内底呢，啊，你佮排斥这个这个外汇啊，伊台湾伊个中国以前哦，遐水族也啊是几百万人的呢，吼、哦，啊，你一日赚一万美金，那唔就几条几亿啊呢？哎。 介上即个事哦，打动因个中南海的高层啊，你知说中办蛮耐心哦，迄、那个小姐晚戏的时阵哦，真正未使有小姐去饭店呀，因留伫迄个嘉宾厅遐，哦，音足跳个哦，两师仔坐伫咖啡厅遐哦，目睭拢看这边哦，哦，你即唔知退来，弄啥，拢想办法就对啦。但是最起码伊公安哪拢伫啊，你中国小姐你未使。 去恁饭店内底，慢慢也是开放啦、啊嗯啊喔喔。你毕竟啥，你闹锁匙就咱去你啦。嗯，啊咱大人作客哦，伊只嘛房间订好哦，去锁匙交好，对无啊锁匙交伊就去你啊。啊咱是旅客，咱无锁匙房间啊。你讲我几个房，我就去你啊。你安尼啊只嘛呢？伊个有一个限制哦，你袂使共房间啊，伊只开两间啊。诶，伊若要趁钱呢？ 你个中国小姐一件爱一件安尼啦，为物么就请来呢？因为海外因啊，当伊个配有作用嘛。即个查甫人入去中国大陆个身，其中一人代志就是找你中国个小姐，然后你可以发美金，你就外汇。所以因即个唔敢试啊，拢讲外汇，因阿叫那拢敢骗，啊用即、這个即、這个敢那趁外汇，所以因笑贫无笑贱啊。 这无人敢写，过当来，我当来骗就骗，骗来我用偷的，咱家做地去投资哦，弄有高嘞，弄有怪又骗你哦！我刚刚去几下咧啦哦，有只朋友要改信哦，我讲妈呀，迄个国家哦，人治不是法治啦！伊讲无咯，有上海真正叫决定是股东啦，哇、哦，这头汗真大！伫大上海内底。 下当、欸、做财政局长也不简单哦。伊个摆现出来讲，迄、那个股东的啊其他吼、哦、拢是迄个党政内底有关系。的，讲要投资啊。伫上海。迄、那个名我卖讲讲出来，恁大家就知讲什么名。伊讲好啊，好啊，恁阿内是哦，讲最好是卖啦。但是呢，偏偏就要买贵。迄、那個、过是拢住伫上海啊，人家当了个普特曼。迄、那個、普特曼是五千级的哦。 伊若国拢伫遐哦，咱即边国投资个吼，就是董事长、总经理，互你咱台湾国做。伊迄边呢，副董事长，但是呢，伊兼会计。哦，啊，咱当时那个兼总经理啊，对不对吼大你毋知，迄会计就是掌控你所有公司来着，出出入入，你想要逃漏税，你有啥？查得非常清楚。迄会计是应该咱大陆人来请，结果毋是用中国人。 搁一个负担啊！你当初你当下负担上大，要控制间隔公司啊。即马开始做下了的时阵吼，伊即马讲啦呢，差三个月啊，啊规拢好势啊，有咧营业啊。伫咧上海南京东路有咧门市部哦。伊讲哦，我们现在生意越来越好，我们必须吼增加这个业务哦，我们在增资啊，你知影增资啦？增资的心哦，第一次讲要增资。 董事长加了总经理又讲讲，嗯啊增资八千啊，要事业顺利会赚钱，OK，好、哦，佮增资关呢？系、哎、啊，佮三个月料先咯。公安那呢？我们为了扩大我们的业务，我们必须要把厂房扩大，所以我们需要再增资。哇，系、哎、啊，佮你增资，当组长、他们总经理就讲，嘿，啊，着增资的钱也袂佮入去白，袂佮增资啊呢，啊，看唔对啊。 公司工厂真正业务袂歹啊，人也是个参详，我讲也是靠靠啊，佮接出来哦、啊，对不对？佮就着佮二次增资，来哦，即摆佮顺利做了，一个招啊啦，即嘛来佮伊讲啥呢？讲吼、哦，我们这生意实在不错，不但门市部那边扩大哦，我们工厂也需要再扩大、再增建安尼啦，要个增资啊啦，当时顶个总经理哦。 你看我，我看你啊啦！啊，这个珍珠，就当下边第一个走个女生哦，不多慢遐参详啦。嘿，别个珍珠安尼，啊这边安你若无答应伊毋知要啥物招呢？咁，我无个人问看麦，珍珠边啊珍珠法啊？另外，佫开会哦，因安怎呢？讲这样子啦。我们知道，我们现金哦，都很多投资在工厂公司上面的。 这样好了，大家不要再拿钱出来了。我们把永益的公司的土地、噶公司啊，去银行贷款呐、啊。诶，啊、你讲阿里银行贷款好哦，唔免个给钱出来啊。你知影，这是慢慢给改溜缩啊。当时你讲中港好，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哦，我们就用银行这等等的货一一借，借来这钱呢，落来回给你管。 董事长还心哦，那个倒来台湾，啊，过去派这个总经理第一代遐尔，人国端，你别安怎？开始嘛，个营业额钱廿几百哦，哎，最后就是哦，要变免啦啦，但你阿不知影啦，搁开会啦，董事会啦，一样个。经过我们第一次、第二次，在第三次，我们把公司资产去抵押之后，发现我们这个公司发展的非常快，我们必须要在增建工厂，好阿去鼓励了，怎样？ 八个子样哦，接着我们要再增资，我们生意是越做越大，有得利无啊？有啊。然后当时那个总经理讲，我呀，阿要增资，公司土地还少啊，阿增资能个现金能克出来啊？怎么办？高平讲啦，讲这样子啦，已经增资吼，第次第次，以后再增资吼，不要再增资。 用这样目前这样子哦，来经营就可以了啦。结果哦，哎、欸，你也猜样、哦？因为我准备啊，要还翻面了啦，还变咧现钱较紧了因为这样好了，既然哦我们合作不成哦，我们的股份卖给你好了，我们的股份让给你去经营好了。各位，这就是开始哦，一个交所准备出来，我就让给你，你也喜欢咧，喜欢。 你觉得当时你要总经理会说好，你让给我，我我都能给架起来吗？不可能。但是伊就行了以退为进。你著我都能承受一下，是别白讲讲下我们这样好了，我知道你们吼没有办法在那边经营了，不然你把那股份让给我们好了。哎，本来是大龙做咧假，拢咧在宴会做会的呢，哈、啊，来咧饮酒的呢。 为咩你大难大难在上，竟然就面都拉出来啊？不然你这样好了，让给我,我，咱的当事人也转给你，面面相觑就对了，安尼啦。你看我看你啦，阿别乱。最后输的也惨重，看这个本事吼，阿要扭出来了，你知无？咱大人可怜的就是呢哦，看这个本事啦，吼，你知？是要扭出来了，哦，好，搿边扭出来哦。 我讲这样的，这样好了，哦，我们这个把我们国人让给你们好了，哦，让你们好好经营啊，那样。的写啊、哦，拢写好啊、哦，一拿拢戳破啊，你知吼、哦？开始最后去交了，一共你要拿回去的股份哦，折算大概多少多少多少了。但是因为呢，我们的钱哦，都在工厂公司上面吼、哦。 好、哦，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的现金呢、啊。等我们公司赚钱的时候呢，现金我们在哦，一步一步分摊给你们的。签的呀，两手空空，那种，看这个办事还算咯。这完全反正人哦，算算有代志哦，啊，明明咧要嫁你啊，和你签了，开开光的心哦，我公司迄个钱拢签的呀。 我真袂当现金付你，阿无你来拨一半。当初几个月前的先哦，为银行贷款落来啊，无讲这样子，我才有几千万，你先去，吼、哦，好像就无。分明摆明啊，就是要借你啦。你睇，这是一个实的哦。隔壁两个夫妻一个关灯啊，拢无代志。你两个老弟还有代志啊？就是这样子。搁一个地啦，有一个。 公司的董事长一落过年要甲因下咧，甲妈妈祝寿啦，吼、哦，啊想啦等下过年啦，迄个伫坐车的时阵吼、哦，突然间有一个经理啊，喺中国啊，经理写了张，哎，董事长，董事长，哦，祝贺以哦。这样子，那个过年呢，老太夫人做生日哈、哦，我们的公司里面哦，大家弄了一个一个礼物哦。 送给老太夫人这样子啦。迄当时订位时，吾阿加弄个员工啊，就去嘞吼，吃点遐里边啊啥遐啊，啊就买机场啊，就趁后尾机场个时，伫要上车要走啊，靠个一路嘞。你若地下地伊换些给吾看麦，一无好，因个拢设计了真好，拢坑嘞，啊去了去个机场啊，机场你个时喏，啊来去包两只坑嘞，含行李做个要过关呐，我讲哦。 边几边啊？就拖出来，迄个海关呐？诶，你这个有一点问题哦。你到旁边一下，你房间内底啦，迄个行李内底，迄你包甲揢出来，四盒啊，备份毒品啦。你啥哦？迄个当时对民国拢得意呢，即个是因个经理，因个经理啊，王刚强个经理，中国啊，安尼一个讲好意。 那突然间讲啊，用迄个毒品伫内底，伫内底吼，安怎讲？袂要相信、啊？为什么？来信的通话久啊？你安怎也未晓得信？为什么再讲要一包物件来,来来来？我们到里面检查。结果伫咧小房间内底，你知安怎么呢？你也袂当写到书，伊该讲两个条件，两条路可以选择啦。一条路的写呢，就是讲。 你把迄个整个工厂公司这个抛去，你可以留得命回去台湾。如果没有，你知道吗？你中国，迄个百分四合案是要唯一死刑的。你好，每一个人都想想呐。伫了毫无选择来对。哈，你只有选这条路，我抛弃嘛。整个坦克有嘛？我咱导人咧讲个呀，我整个坦克有啊，吼。 下抛弃，规公司啥规人抛弃，等等种种安尼，一个人等下台湾哭无白晒啊！即真正安尼明目张胆用安尼个咧开价哩，价咱台湾人安尼用安尼哦，即是千真万确。你讲的这心哦，开价即哦，就白晒就哭。规公司工厂个是竟然，伊咧中国也是用安尼。 用一包废料安尼陷害伊啊，何你伫机场内底，无法用请律师变去啊？叫滴滴面，叫滴滴面，正人之下，你写啥伊啊，保持即个命当来，这是非常熟悉的哦。有一个，咱做迄个螺丝啊，就是迄、那个迄、那個、螺丝啊，世界有名诶哦。连苏联、澳洲平都买咱诶螺丝哦。 咱只啊，大陆人做这個真的的啊，真优秀诶啊！咁迄落来嘛，讲相像啊，迄一班啊，迄相像啊，咱拢少输人去澳洲呢。好、哦、啊，一个一个赚济钱哦，咯，小卡生啊。中国遐就伊讲啊，讲你看，唉，恁咧工资安尼，我中国先哦，看你要几十家、几百家拢有，你要去外大工厂哪有？搁安尼，工资搁俗，各位，个高利息啊！ 伊即马野心哦，要做螺丝，要头咧做。哦。当然伊一般爱用中国啊，迄耐心通话国拢拢相像安尼啦。什么情形咧？即马开始做吼，都有一个有一个姓啊。因啊，最先开始哦，因会使开啥呢？开乐可 RS 啊，叫做地方性的吼，诶，信用证啦，乐可，吼、哦，开即、這个。因嘛过时去买来订哦。 我这规寸规分呢？诶，螺丝，我这呢，两两处间的这种这种工就做较大呀。哦，还得做，做来是哦？即马要来验收，要来收会给你嫌。讲不行啊！我们当初定的是几分几分呢、啊？讲你不是这样子，你当初讲的讲的是几分几分的、啊、那样、啊，有没有？这跟我们的标准还有点分差安尼啦，继续修啦。 哦，啊，即摆迄内鬼哦，因中国啊吼、哦，就讲咩咩，予迄啰咱的刀人当数对听嘞。他妈的，这些明明他在几分这样，怎么到时候他都哎不认账了？哦，我讲骂嘞？哦，啊妹妹告白了，他说我不说了，不说啊。迄迄内鬼在通话心你知道？即摆招了心哦，就甲咱刀人当时六讲了。哦，这个是不是东西呀、啊？啊，当初定是这样子。好了好了。 那我们看有没有别的哈、哦、要来买嘞？如果买的话哈、哦，我们稍微可以、哦，哈折价卖出去了哈、哦。诶，看到当那半过料的时阵哈、哦，开始的时阵哦，这个中单呐、啊，伊拢给咱当两个的，当水牛一点点给塞孬了。用这样子哦，我们这个两个仓库这个螺丝啊，如果不赶快销出去哦，那么生锈呢，哦新鲜呢，而且占了空间呢、啊，我们要想办法。 我阿罗平时那个，个当时对安尼打来打来安尼样。诶、欸，经过半个月了吼，就差不多三礼拜左右了。他半个月了，就有时间公司吼，也是讲买买螺丝啦，啊，罗表明讲我们大概要几寸几分安尼。这个内柜吼，就讲，诶，哦，我们公司刚好有这样的标准的安尼样，起码迄迄边来边吼，就嫌东嫌西啦。 不行，这个跟我们那个还有点关系哦，有一点差别呢。用这样子啦，我们可以便宜卖给你了，哦，不一按照原来的这个价钱呢、哦，我们再打折给你了。你就要么就全部买去呢，原、哦啊、来，或阿的爹先呢，等下大了大几家那个当时又讲，诶、欸，有这个买主，我们干脆便宜一点哦，把这两个仓库全部卖出去的话，我们仓库可以腾出来。 而且这个不会生锈，诶、欸，讲啦有道理啊！即马、哦哦哦、好，就个行咩买买嘞？底下瞧呢？即马瞧了时阵喏，迄个底下桥啦吼，好啊，以后怎么样？好，那你客气了，不用客气。哦，因为你的车哦，好，有点喏、哦、精彩，你都没听到，哎嘛 <laughs>、啊，啊对嘛，啊。 哎呦，找我代聊，<laughs> 好，可以，可以，哦，或者你我也可以看网站的，也可以了，因为我们这个网站哈、哦，全世界打开可以通，我们网站，好，好，再见哈，好，拜拜。因为回来有人么些阿弥哥要搭你的班车哦，一个、嗯。 中国就是安尼讲了，结果怎么样呢？迄、那个卖来卖去吼，伊就好了，好了，好了，改成安尼做兵工安尼啦，两寸高遐螺丝吼，可能卖，卖即马即即来管吼，就跟董事长吼吼，意思讲好个仔哦，你看这个已经全部吼净空了，两个不然再下去了就会生锈哦，会变成废铁呢，诶。 经过经过了时喽，有单人咧讨论这样往期话咱这个两千块的少人买去从哪？过来探听，就是原来跟你订的迄间公司喽，买当伊的人是啥人呢？股东内底分一半，你一半去甲订会，啊嫌东嫌西。过另外咱这边股东的来甲买、啊，你知吼、哦？用安尼咁借去，你看内心通话贵安尼借去，还有个困惑你知无？ 遐物件是原来因卖，但是结果甲你嫌嫌都唔使免该收啦。但实际上就是公司要买啦，那么叫另外一批去，就另外迄挂高东啊，因毋捌看到呀。迄高东去安尼安尼成交啦。所以我讲、啊、个是，中国是会欲食咱大陆人去哪只，阿莫讲王源去了，王源遐遐大伊有伊落货币啦，对无？你将来要起迄个电商火啊？ 头你来投资不？吼！你一度会当贪贵，贪贵伊顶多，结果规人创二先啦，歹势，袂当伊个，甲你含东含西啦。阮一个亲戚，迄、那、日、个、北京去，迄、那个啥呢？坐迄个卡达车，佮到到一个摩打有无？比轻便的代替迄种迄个奥托的，很轻便的，落尾出门面菜市啊、哦，啥的吼？ 了，你唔免脚踏车按打下打个，迄摩托车开嘞，突一下嘞、那個，迄迄外事量对不对？我我有去个工厂参观过哦，嘿、欸，即、這个中国是用这新哦，遐乌多牌是喏，就差不多收单，脚踏车收单，伊啊那嘞很轻便，装个马达，啊之类、這个，大体迄个都唔免打，买菜时啊买好，足方便个、啊、呀。结果真正是哦，要省事，要来新哦。 开始讲啦，你怎那生产这个？你当初申请哦，也没有说要做买卖啊。我讲别，啊，生产别别食，啊，这是要要要什物什物，碗糕啊？啊，用它来食哩啊！咱也知啊，讲的是喏，咱刚生产刚流出来，你想有咩物件冇买少吗？嗯，伊讲你你这个是干负责生产，你袂使卖食了嗯，啊，生产袂使卖食，你生产别冲浪。哎、欸，你用这个喝来解讲了没？ 格么乖乖的是爱收单，你看这这这中国呀，咱啊讲哦，听遐因伫中国呀，从西面倒来，就是春节啊内裤倒来吼一大堆啦，啊大龙袂死心啦，我讲，有一个中小企业吼，可、哦、能是当然吼，讲三好加一好啦，叫四好啦，你知无？为啥咱咧讲？ 即马遐大包遐那济咧，流浪伫遐一两百万人咧。遐伫咱台湾的时阵吼，吼那么头家啦，无就董事长、董事团啦，对毋对？伊遐是失去了无法度拢安尼咧，法度拢回广东啦，见不了咱的迄、那个迄、那个虎肉啦，吼、哦、伫在遐流浪。咱所谓台胞迄带咧台留在咧咩台胞啦！你看伫遮好啊过毋。 我了小卡村招伊啊，或要发展拢骗出来的人，或来要发展创啥？其实真正要了二奶、三奶、四奶、五奶，拢遐害死的啦！了了钱，去用骗你，结果当来骗咱家，甲村人讲的时哦，讲安怎安怎安怎那弄，家己底下个时哦，咧养下三奶四奶拢唔讲，遐只好遐管你唔讲。 吼，拢讲伊也只嘛啦，也当个东山再起啦，啥物话啦？个伟咱债你不要去还啦，银行贷款、二次贷款啦。二次贷款我看好咧，你二次贷款，你再钱若贷出来吼，再贷款流通啊，你知影吼？安尼这也无损失也唔重啊，毋是？迄个贷出来了，钱半个搬过，叫做再流台湾，安尼知影吼？再流台湾著是拢安尼来，从这起来看外资。 去遐从乌龙隧倒，完了后身，啊，倒当来咱台湾即来只啊，嚯，咱大陆做好骗嘞、欸！啊，你无啊，原来要骗你嘞！啊，咱岛下人做某囝拢会骗你嘞！讲遐界上咧发展偌大工业事业，结果是遐饲二来三迄现在难得搞底薪咯！吼，讲啦，你啥出去旅欲来啊，大饭店势，你甲买汽车可以啦，我者买车，你要是讲，吼，我无上班咯，我代步啦，著买一台车啦！ 吼，安尼尔啊，无因庄家诶阿嬷啦，因啥物人阿哥啦，就借钱互伊啦，拢不时拢有活在那危危机心哦，遐钱若要爸落答伊啊反倒去倒倒来咱遮甲咱想尽办法，遐唔骗你骗咱遮。所以今日读唐明宗文来收着即个心哦、喔，所以中国中国遮恶习文化，因两口子啦，国民党穷三代，拢是即兄弟啊啦，两口子伫中国来相拍。 你小弟來啊，拍输再来吃，啊大兄在底啊，啊来讲官员咧敢教他咧呢？伊看毋受势啊，要阁请后头厝，请大兄来过做下做下求难，咱有法通忍受吗？你若想讲，吼，即口罩求安尼，咱会当去忍受，阁换另外迄口罩兄弟啊，结合过来求难吗？所以呢，同安啊咧。 从英国、中国大陆阿边发生最大错误，这里就叛乱，你违反了国家政策，你未使去阿咩？因为你无改，咱中华民国内地诶事哦，遐是叛乱，遐是共匪。各位，咱教育事安尼，为世人开始册包拍咧，皇宫、皇宫、皇宫，大陆区，各位在支持未啊，这里呢政策，你政策，咱受的教育事安尼，你为虾米今仔日？ 咱做一个人，为着你皇宫大陆未想过政策，有这白色恐怖，阮台一关关十偌档，是不是呢？那关台是按下我违反你的政策啊？我踩到你的红线啦、啊，這个只是个 g a 嘛，用这个政策残杀咱的意志，整肃咱的意志啊，拢是安尼。所以白色恐怖来的经常会枪毙去解罗。 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吉拉一时呢，你也想无到眼前呢。临平军人，不批人利就你了、徐立德呢啊，含所有人讲的遐强匪，伫咧拥抱，伫咧饮酒，对阮来讲情何以堪呐、啊？恁无人感受到这样、個，我的感受真很感慨哦。恁这些人拢以你遐操控所动作。 甲咱教育诶，你若卖甲教育讲伊也是穷鬼，哦、好，因也是在好厝边，那我们还可以怎说？啊，伫好厝边啊？毋是，甲咱教育讲伊是穷鬼哦。现、欸、在你毋穷鬼，诶、啊，伫遐收揽咧。安尼你看，对咱台湾人是有偌大公平。当初为着咱，讲要反攻大陆，金门买祖迄两个石头，拢总用咱台湾人诶几万栋。 归清同迄个钢筋水泥去甲添起来，叫咱台湾人纳税金的钱呢？马金咱就去派人去遐过金门马祖，迄、那个过头个枪诶，金门马祖有啥物关系？迄恁中国的、那个，迄个世贷关系啦。毛泽东为啥无要来金门马祖摕这东西？有这个老条呢，我是福建省内底的金门马祖，你中华民国金门马祖也是我。 福建省内咧金门马祖，因即个关内底拢是我是姓不一姓，无中华民国也才一姓尔，哎，我个有一姓哦，什物福建省，各位用这欺骗咱福建省你对恁知影无？毋知哦，哦，因为福建省伫新店,新店呢，设伫新店呢，各内底有啥物县委委员，我个委员是完不完一大堆呢？拢甲咱啥呢？ 拢个趁人打人、纳税人机，因遐拢有心术诶，用安尼欺骗咱，讲有中华民国，我有台湾省，还个福建省。中国迄边是些呢，福建省即金马做拢小福建省，迄个自带关系啦，无啊假关系啦，迄个切东西都无啊，阿你讲别个切东西啊，无假即条自带阿个大条咧啊，伊著在真苦、喔，恶，所以讲要反攻大陆、大陆要收兵。 或者人去学最贵啊，贸、那、易、個、呢？偷去学，因遐遐所有穷苦的最鬼啊来偷伊易呢？这是要对人讨，要对人讨？所以台湾民众有起来心咯。这条、個、看靠边，你台湾片最好是关心招商的。啊，若无咱这条小哦，我讲啦，真正我都人算讲到底，或者靠我人补偿就对啦。咱这人做过兵的，咱不应该做兵的。 做两档、做三档你也剩一档偌济，三档偌济，迄，算起也是天文数字啊！你若十几大男人，我叫你去做太和平啊，搁把见了迄个焦炭呢？咱内地死两三千个，毋是拍穷卫死的呢？叫佫是甚物死的？伫内地老兵焦炭死的？你传人个财路死的？这是真可恶啊。所以咱大人袂高兴。 我这边的是喏，光荣入伍啦，入个是从黄忠秋旧年的事件，我讲，这个是祝该中华民国百啊倍，什么代志拢直直发生起来。黄忠秋这样二十万、二十五万加入街头，对马英九来讲是无虾米的呀。你一百万加入街头，我那无咧休你。但是呢，时机足成熟啊。有黄忠秋安尼起来的时阵呢。 你要算讲，就军中所为，即个两三千个，拢冤枉死的，即个即个人，有要揣什么人甲叫一个马剑啊？要要叫什么人？人有些呢，有要找一些什么人？陈陈<乘>朝雨啊，谈到一个小姐已经已经走是是啊，毋知是毋是查波呀？啊，啊，你看麦有无？咱在座要关心坐车咧，台南台南走。 别在台南做，还无哦，你外口找看嘛来？诶、欸，咱唔知到几点，我详细未记得。啊，到三点半吼。哦，你要讲个时间过头，莫关啦，只来叫我食食咯。哦，可能三点半还关啦吼。各位，咱的各位安尼，我提醒你就知啊吼。伊不应该叫咱哩做兵啊，伊往往国际化的。你是不过伫即个所在，占领不能并吞。 而且你不能就地合法，你叫俺做兵的是我要效忠你，你是咱的敌人呢？中华民国的神哦，你是含咱当初日本的神哦？以国际来讲，你是敌人呢？啊！你过来时，我叫咱效忠你，叫你做兵，啊你！你逃亡我唔知呀？好对不对？因为我說二八八那是讲日北事件，咱有台一段哦，我们的精英断的层，遐到底有台事发生？ 甲真数字拢斗袂合，一、那个官方的数字，甲中央研究院的，甲民间所统计拢袂合，为什物作些失踪也毋敢报？啊，搁有即阵哦，免了补偿金也毋敢领哦。你看个咧恐惧连可放弃迄个、迄、那个、迄、那个补偿、那個、金哦？为甚呢？我要讲伊是家属的迄、那个，一二八事件的家属哦。你看迄个恐惧的心灵是安怎样啊？ 阮是白色恐怖啊！阮是白色诶，伊在了恶霸。所以咱的精英要抬起来时咯，变得断层所以国民党底起个罪恶无轻了。所以话讲吼，上天呐、啊，上天吼、啊，伫迄、那个迄、那个 95, 2015, 一八九四到一八九五，即卖二零一四到二零一五，都把伊当鳌嘿。 迄个大清帝国，荷咱日本甲战败啊，伊割让台湾甲澎湖。二零一四，因过澎澎诶，荷咱本土诶，遮是啥呢？迄毋是战争啊，著、就是荷咱诶民进党，伊所谓讲也是咱台湾人，嘿甲战败呢。一把就当前是用武力诶。诶、欸，一把就当后心哦，用算计诶，甲动了后心哦。

怕败了掉时阵，那最后呢？那台民政府出面，你该个介个中间，你美国政府要履行，第啥？履行咱本土台湾原住的诉求。行政单位就是国务院部门要履行咱原住民呢。所以，也是时时间点你不要奇快啊。七八十年当前的迄个甲午战争啊，这个是七八十年啊，今啊甲午战争啊。 你国民党啰，咱本土那个拍牌、个战牌啊，用啥？唔是用武力，唔是用老花老底的，用选票，老百姓愤慨弄起来。所以，这杯大式的心啰，那就真感动，真感谢这太阳花这大家。人美国两公那免插手，依咱是个政物。所以，当太阳花起来的时阵啰，那时候我们在观望，但是我们非常关心，因为这杯起是咱的祖地，我们的祖地，因挺身而出。 因不许啥呢？踩到管理当局的国民党诶，不许踩到迄个管理当局的啥呢？红线，就是法律违法。他宁可违法把紧，人家囡仔必须要挺身而出。因为你民众大人，这大人已经越大啊，你话让对抗国民党的大怪物就对啦。你你法院来的时候呢，胡帽也要中奸，也要过，结果这囡仔看。 台湾没有未来哦，我们必须挺身而出。虽然这个是踩到红线哦，大把劲，他能够四千把劲的啊，枪支一直放伊内底。这个感慨讲，加咱的主题有救。我对咱这台湾这咱大谢的心哦，充满着相当的敬意。为什么呢？因是看着台湾的未来，伊就佮国民党结束的时候，台湾倒，国拢倒，所以这批囡仔出来。 过去咧，最近你看台表选举啊，引起的口号非常响亮，可以煽动人心呐、啊。伊讲呐，家己故乡家己救，即个打动咱外侪全台湾所有留学在伫外口咧读册这下囡仔，本来漠不关心呐、啊。这下人也是咧选举，和伊无啥关系啊。我读我诶册啊。但是呢，伫外乡诶这大家，家己故乡家己救的时阵 所以日，二八、二九、啊、二八阿咪时阵，你也看所谓高铁爆满，你看下就说高速、那個、公路内底下，遐公司阿是了，鬼拢客满爆满，为虾米？人家来纷纷抱着，我坐进来驾驶，抱着愤怒，你若再我一定回到故乡，等个机票，我要改变这个那现状，我要改变,要改變国民中家不公不义嘅这长、個、时间嘅一两个柔软。 交代咱台湾这来者，所以我这票要法律作用，我必须要赶倒来，甲请假，无薪水马金，我必须要赶倒来。所以你话二八二九，我讲这来者吼赢过啥呢？赢过中国，中国遐所以大包啦，遐大企业骹，讲钱倒来遐啦。咱是无让文章写字遐，你最好这个人吼，去个苏联借迄个世界大运输机啦。 哦，遐人过拢车车倒来啦。但是呢，咱个本土只个所有只个大学生，的确，他怀着安那，怀着对国民党的心啦。我必须如何要开始要来要倒来家里故乡救咱的故乡，所以是全面的，毋仅只是某一个所在尔。所以咱对只个大学生，对个对海外伫外口读册即个遮会咱关顿故乡里个全面。 对国民党的一个打击，即等于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安对中国，今日真显然。二零一四年，吾也是咱当然对有中国，卡在日本对于了，今日咱今日大陆对中国。明年二零一五，又都甲午战争的隔年，就是唐明政府是当年年代，他明白亏败不成，最后呢，必须我们来收拾这个。 所以，咱台民主伫这时段内底，各位我讲过啊，我、我长时间活在台湾，为了达到目的地，我拢坐慢车呢，坐几六十年啊，安滴咚,咚咚咚。啊，即摆呢，恁突然间高铁坐来吼，总含我悔合啦，好较紧的啦，我坐几十等的先咯，坐要到啊，啊恁呢高铁坐来就到啊，即个是吼、哦。 命运不一样，我袂感叹我过去的命运，但我也是欢喜讲，我家这条路是正确。为了台湾一生一世来牺牲、拍拼很值得。我们是要做一官半职咯，那要做一官半职，阿兄阿边阿兄个时阵，我就可以一日做一官半职咯。因为伊今日双日拢爱找阮三毛公要拜拜，我们都要陪着他，拢叫在元兄。但是为什么呢？ 有咱政治告个段落，有咱个票支持在选择总统了，是，我只能讲，咱的任务可能完成。咱的拼起当初唔是要做官，唔是要伫伫这党出来做几年呐呢？一官半几年的时，喏，伫好了镁光灯或者掌声或者掌声来对吼，你会自认为很神气的。我唔先的因为我插袂宗教这方面呢。 他，他忠孝的心哦，会变成你的思考，你的思考方式的，和你完全是单一政治来的活动哦，不太一样。我会把中孝来的万民苍生的集中一的意念加进去，所以伫咱的从此对台湾的对于的国民的抗争来的心哦，咱也是讲未来台湾要何去何从，要安怎样？就这个鸡蛋黄，只像目前。 一个政党来对数也无共诶，为什么咱有讲为百姓设想？咱台民众的内底，咱的真标准的为百姓设想，其他拢毋是哦，为财团的设想。所以我讲，今天我们台民众为先哦，我很较简单诶吼，来讲各位啦，今下来受过台民众我这个洗礼、啊、你哪是为高级的，还补充那个初级的。 那初级的话，你已经到高级，有机会的话，可以参加我们华丽点招。你若高级的，你也报初级的。我们刚好这礼拜开始有一个初级、高级，加啥呢，加职业训练，就是坦白讲，要应付海外，这下子又分做三站。我们欠对几人可以加入，可以加入。所以他们做为先哦，辛苦欠他过来，当然为人。 意见不合，为人主也是黑、那個，为人主也是黑、那個。来，各位，这个话理是相当正确。当然，身份证唱出来的时阵，为人讲迄种假，的，迄个台湾印的。但各位，有人格保证，这千真万确是美国干的印的。咱交钱一千科，爱一部分在美国，一部分在内地、各州内地作为办公室的用途，在美国跟咱分配。 而且内底后壁著名，用英文写，作清楚。内美国公播军事政府内底合法的，用专利合法出来，这毋是一般内底遐单独拍的，遐专利单独的袂，用这刀郎身份证在底下骗价害我，你伊呢？遐是要做啥？美国承认吗？无啊。所以讲啊，我也是大多内底刀郎身份证，你干的印的嘛，有好吗？美国不承认。 所以我讲，台各位受过这个训练了，是，你着知影。外口来讲，哎、欸，恁咧七千块，阮只三百年呢？哎、欸，拜托、啊，迄个像个中国蒜头、中国香菇啊，阮较俗啊。哎、欸，砍得咱的呾玻璃的，即个香菇甲蒜头吗？咱、嗯、的真实货，唔是用介绍。所以因安尼，你敢讲，阮只三百年好，哎、啊，一千较贵啊。各位，因咧是正港的台湾人咧。 而且骗人、导人，或者台民众脚步放慢，代表背后有不良居心不良的人也下个来操纵，可的脚步放慢，因可以给咱喺台湾多捞一天啦、啊。所以看我哋这个所在，你知影无？咱既然今天我们要做回公庭嘅时阵吼，你就大三个做伙，一一点定赶紧来公庭，啊唔是啊？ 我惊你讲定，叫你去后口。得道人的心哦，我讲咯，未成熟几百年人拢做人的奴隶就是安尼啦。那既然陶明祖个发告讲啊，咱大人三四百年有時候，为啥拢做奴隶？要红通地，就是安尼啦。而且呢，参个陶明祖唔卡知讲，原来是安尼啊。所以，今日各位，你不管是看网络来，朋友拢易介绍啦，拢不管。 表示恁天生有一下基因啦，有些缘分参与这个行列啦。有这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参加的啦，毋是你讲的是哦。我读啊，博士，教授学者，我也当参加。毋是你有这个基因，你有这个你的姻缘，你就可以参加。这个庆幸我们自己。我靠，社会两底你走路你看麦，人人匆匆一大堆人，人人匆匆一大堆的人，现在人要嘛？ 为生活奔波打拼，他们也成为理想。但位的心呢，你突然有一个原因，让你在接受这个上课，你就感觉讲未来他能为什么人家人拢无法能加入？因无机会，因无资源，因无好运。我讲，这个时代要追求真理的时阵呢，拢是一群真少数的人站伫队，站伫队伍的头前，站伫时代头前。 因遮人都会真孤单啦，很孤单。一个呢，忍受真济人外人格你看个，你会忍受很多委屈啊。委屈，如果你只念少个，你家的时代头前我块少个，都无可能是安尼。所以你忍受到委屈之后，你有淡仔心灰意冷，但是你呢、欸，不会觉得心灰意冷。你就一直向前走。安尼是我告诉你，你就伊讲无心装爱心咯、喔，你替自己。 搁安安呢，替咱所有台湾老百姓的心哦，有得立安呢，你增加你的功德，有时台湾老百姓会感谢恁，因为感到后悔。看为什么这次的来共同打拼的时阵，各个人辱，孝，各应该避免讲：“你头壳发烧无，有消到无？各位，今仔无你敢讲，要台湾的出出刀子，有这条路，你敢讲？我对你。 你各位来想看麦，有对一条会当啊尽台湾的心哦，我会有咱的国际地位，咱会当正讲咱的身份的，啊，给咱切身为民啊。咱今追求的心呢，花里的心，咱今啊看出来，哎哟，日俗，那、啊、个是美战呢。那结果或结果怎么样？你来想讲，美国是为什么一直点只坚持最后为什么个起学校？ 扩建？为什么在咱内湖一百二呀、两万几坪等于六家湾？遐个时来建设全亚洲最大的美国军事指挥中心，在咱内湖。你代表有时个你甲你车过甲个顺过嘛嘞？当时要起好势啊！下骹第二少少建设浪建个呢？为什么需要起遐大？如果 A I T 看到信息了了，足足有余啊！ 为什么要说起 t 呢？e AID 这个民间的内底，最种就是政治上的这个团体慢慢慢慢退让。不要话军事政府失败，这是咱家搞的，就是军事政府慢慢的台湾要建立基地了。有可能讲把这个所在清扫哇、哦，中共啊，不可能。你别讲个日本，伊那只能讲这个未使。台湾是真个未点啊，防空波感。 所以美国为什么伫咱的乐山，就是新的啊，在新的，你就知影，迄捕捉式的迄种雷达，全世界目前四粒拢美国起的，又要准备起第五粒吼、哦，一粒伫斯大利亚，一粒伫日本鹿儿岛，个个一粒第三粒，就是伫咱的新德乐山，一个伫英国，这普捉式的雷达是最高的科技来的。 伊所有原料、建物、所有人员拢美国来，何你只大陆人只啊摸袂着？咱大陆包括因中国啊、大陆即只摸袂着，迄最高机密。美国为虾米需要安尼做？美国为虾物需要讲遮气学校？这個、表示啊，永续经营要叫做只咧。美国伫伊拉克、中东哦，拢无伫遐气学校哦。为虾伫咱遮嘞？美国需要扩建？ 就是军队买一摆官校买一摆官校如囡仔，囡仔买来買要读册，所以你要看那个，不要看那个表象，你要想我因安尼做是为了什么？所以伫个来讲，迄个基地，甲恁说高就高档啊，佮佮那佮加高就高档啊，下脚佫一句，哦、得继续注意啊。我讲安尼时阵吼，咱啊，一到那女人吼，佮新两三届吼，佮倒倒台湾佮看会到了。 好、哦、啊！伊这啊，呃，真正个九十个加九十九啊，唔好。伊、哦、这为什么？伊有权利伫个所来做？因为，我不能并吞，我占领这个地方，我不能并吞，所以也变相。所以美国起码的，一个古巴，一个一个危地马拉、普天之地有无？因为是这个做的九十九、九十九个。当初古巴这个所在是美西战争啊，西班牙战输美国啊。 所以，各党做，各党的古巴、各党菲律宾、各党波多黎各、甲关岛，这拢互美国啊。但美国一时也互服古巴先独立吧？但一民政府时吼，都不争气啊。无外国佬遐军人甲印度啊，叫卡斯特罗，有无？卡斯楚啊，是毋是尼？伊起来了时阵，来反美国啊。都反美国的时候，所有一个肯尼迪做总统的时喏。 有这个金爆十三天的电影有无？迄个是苏联要飞弹安置古巴，吼，躲在美国后壁和后尾，还躲在只了所以肯阿弟的心哦，下令在十三日内底哦，越紧张呢，处理无好势，核子弹就弹去苏联遐伊啊，落去落去啊，就第三次世界大战就爆发哦。这惊爆十三天越紧张，你知无？所以咱苏要看是美国为虾米呢？ 你伫我后尾袂使说胡谈，但是美迄、那个古巴是反对美国诶，诶、欸、奇怪，为什物迄个基地你无通啊管？你若讲是我反美国，你基地甲拆去，我讲啊，美国咧咧寻无空啊咧，咧揣无理由啊。迄基地按照国际条约咧签诶，你既然要我管，啊我就拍你啊。迄、那個、古巴只有一个倒弹，所以伊唔敢忍咧。迄、那个关丹啊面啦有无？迄迄迄个所在啊。 古巴遐，台菲律宾，到尾就是大战，到尾十年的时间，到尾独立过来，对不？关岛即卖还阁是美属嘅所在，啊，莆田基地呢，无到尾一九五二年，就是就咱台湾签了是二十等后，到一九七二年，啊，伊是用政治解决和日本呀，也补偿三亿美金吼，都伊嘅损失了了，但是呢，所有第一代啊，都唔敢点动。 今日台湾也是美国接那个，算有权利、有管理，所以出出去成遭卡。咱唔知道哦，媒体拢甲咱控诉，拢甲咱封锁。上物日本大海啸的时阵啊，因为日迄个美国撤退来咱台湾都无。海关塞人去咧严严管美国 A I T 啊，敢有经过中华民国的？无啊，还奇怪你一个国家人啊，有美国家己的进进出出。 美国飞机若要伫迄落青沙港，伊不咧不咧倒来，啊要走咧要走咧，迄带船伊不就比走家安尼，相像安尼咧，出出自己咧。阮小刚有有幾、哦、說一日爱心吼吼讲一代吼乌索索暗时啊，种咧降落啦。伊为小刚个心哦，有一个所在伫下林咖啡食物件，会当看飞机起落，你会记无？恁若带高雄个小刚遐。 我一个来一个一个唔是咱东西嘛？来伊阿佚佗咧讲哦，哦最近哦，块做大台乌索索咧，阿什么乌索索咧？你暗时看无，原来是军机啊，迄运输机做大只，迄无，讲乌索索的啊，无迄个桶啊，你客有那客机无迄个桶啊嘛，对不对？我讲也无，讲迄大只乌索索，那暗时阿咧飞落来，阿、啊、是美国军机啊？为什么一定吼、哦、很频繁？ 为啥为高山？为在迄边高山怪海，有无？一条航线，说说说，从咱屏东来，九州机场啊。啊，迄边中部是迄、那个、迄、那个青山港啊。你也想讲，为什物？美国的心吼，不支持啊？支持作很严，看，哎哟，美国军机，有可能美国军队来，当利用暗时啊，三更半暝。当然啦，布置好的时阵啦，各位。 一直到你底，個到明年，嗰几股会布置好势，整个情况会明朗化，来改变。你若再拢仍然你台湾参加台民主，以后不加入会后悔。中华民国确定一定要离开台湾。什么时候？有时候有点上来了，后他非走不可。所以未来就是咱台民主的天年，各位大家珍惜。 不管外来对咱的风风雨雨拢卖听伊，我们要忍受很多的委屈今再打，今仔日达上因为各位来已经非常不简单，无简单咯、哦。各位来今仔日会当以后受过初级高级来个华丽点招，为虾米设及华丽点招？你讲即初级高级，你来受训了后身，你有感觉即个法丽会当让咱台湾加入国际社会无？ 你来否定的，啊，你著个卖来啊！你用即条路是正确的，那歹势佫用一日时间？你著来看卖，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哦，我今仔日是迄个并不慈的心哦，代表张义堂吼，甲各位会一个新诶阿然后嘞，啊。感谢多谢咱所有者同心诶心哦，会当在半时间来接受即个教育，伊用多谢各位，多谢。